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点燃恩赐，为主效力。提摩太前书4:14-15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侍奉神不是人随便的从人那里接过来，而是借着预言，借着众长老按手为认证，神人同工，由神把这份责任亲手交给他信任的人。因此我们用心回应的分量是不可轻忽，要持守忠心火热。殷勤不仅是外面的忙碌与侍奉，更要在神的话语上专心，生命的长进让大家都能看见。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赏赐都是从他那里而来，赐福给信他的人。他所造的人他都看为好，我们也凡事从他领受，不高看也不降低自己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轻忽他托付的责任，把握时机，不浪费在虚空的事上，做智慧的选择，敬畏谨守，殷勤专心地侍立主前。亲爱的父神，你舍命流血为赎回我的生命，启示我，让我晓得新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，不仅救了我，还不断地用你宝贝的训词和话语叫醒我沉睡的心灵。求你饶恕我轻忽了你给我的恩赐，没有忠心热心殷勤地在侍奉的路上专心，请帮助我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虚空的人事物上，夺回我的心意、心灵和身体的主权吧，让凡属我的都在基督里被分别为圣，全然属你，为你的国度而效力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，阿门。